这里是2016年太阳能产业和光伏工程展览会现场，这里是上海安普明治公司的展台。这次展会我们步进伺服的产品线，给大家带来两个新系列的产品。第一款呢是 SSEC 支持 EtherCAT 的步进伺服驱动器产品，它基于100兆以太网通讯，支持 CANopen over EtherNet COE 协议，符合 CRA402 的标准，支持位置模式、速度模式、CSP 模式、CSV 模式、群元链模式等。这款驱动器呢，目前有三个电流版本，有3A、5A，还有10A的版本，可以匹配11、17、23、24以及34基座号的步进伺服电机。它可以搭配业界主流的控制器，例如贝弗的控制器，进行实时可靠的以太网通讯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集成式的丝杠电机，这个就是说把我们这个丝杠和我们的空心轴电机连接在一起，这样的话可以直接省掉一个连轴器的一个连接，在空间上和安装的成本上要节省很多。现在我们这个丝杠电机所配的这个丝杠直径有10毫米的和6毫米的，然后导程呢有1、2、5毫米、10毫米、16、25都有。电机呢有5期的步进，还有我们的4R步进电机都是可以选的。